Today's words of wisdom, mistakes happen under pressing circumstance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and subtitles in Arabic, Alexis of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Kore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 Russian, Spanish, Thai, Turkish, and Urdu. Formosa, Taiwan. 伫葡萄牙文是美丽之岛的意思，位伫环太平洋火线的西边。因为地层板块运动不断地咧进行，形成岛上雄伟的高山、山峦、平原、盆地、海岸线，甲一挂特别的景观。佛摩沙四季分明，包含热带、亚热带、甲温带气候，差不多18400多种野生生物住伫这个岛内，其中20%以上是罕见。或者濒临绝种的生物，在这其中有虎胆、佛摩沙山羊、佛摩沙高山、佛摩沙乌熊、纳巴熊、地鸡、雪山草龙等等。佛摩沙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伊一连串惊奇壮丽的自然景观。北边位高山镇开始，甲原住民部落。密密的山脉，美丽的瀑布，甲精雕又刻的寺庙。佛摩沙是上帝的恩典，加持的乐土。1980年代，青海牧上师来到佛摩沙，当伊住伫一间小庙寺的时阵，有一群佛摩沙的人，经由内在体验的指引，在一个暴风雨的暗暝，前来要求师傅。甲因观音静坐法门，为迄个时阵开始，青海无上师传授观音法门，和佛摩沙新千旧万的真理追求者。观音法门是一种关内在功甲因的静坐法门。观音法门的静坐是青海无上师慈悲的礼物，分享予这个世界。甲已经准备好要搁再转去家己内在天宫的人，除了分享伊的见解甲人生的智慧，青海的无上师也伫佛摩沙各地支援赈灾活动，并且进行人道救援。发生自然灾害的时阵，更加是全力救援。另外，伊对家中的受刑人，拢是满满的爱心甲关怀。1989年，伊亲身走访两间降落，以临时的风帆，甲带着希望的话语，带予受刑人精神上真大的安慰。经由伊的爱心典范，甲高贵的心志，阮福尔摩沙世界会会员也热心参与照顾同胞以及关怀世界各地人的活动。包括访问受刑人、照顾老大人、甲散赤人，投入地动水灾灾民的救援工作，帮助清扫街路等等，一直继续伫咧进行中。佛摩沙有成千上万的人伫咧修行观音法门，努力修行的功德，因为佛摩沙带来了繁荣甲富足。佛摩沙已经伫咧。经济自主加影响力上赢得国际关注加竞争，因为修行人的信心，佛摩沙可以享有平安的福报加功德，感动他们的信心加对内在天国的知识加开悟的定制渴望。青海无上师祝愿佛摩沙求道者众多邀请，分享他的智慧加真知远见。在2007年初，青海无上师回应了世界会会员心底的渴望。在2007年2月18日，参加新年的庆祝活动，甲来自全世界
差不多100名的世界会会员和贵宾，在福尔摩沙欢庆第一年的古历新年。咱今麦邀请您聆听青海牧上师在89年3月21日，作访福尔摩沙华人一间港岸时阵所做的精彩开始。主题是世事也会做错人。有一种就叫无形法，无形我是无相法，那个无相法的就不应该用语言了，也不应该用什么这些外面的东西，也不应该换改我们外边的情况，我们内边修行的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师父传这个无相法给我们了以后，就我们自己开悟的，马上开悟的，就叫顿悟的法门。见悟的法门就是慢慢来开悟，顿悟就是马上开悟的。那要马上开悟这个法门呢，应该找一位很好的师父，他已经得到这个无相的法门了，他才能够传这个无相法门给我们。像一位法师，或是牧师，或是什么修行者，他就得到有相的法门，像他会念圣经，他会知道怎么拜佛，他会知道怎么念咒，他会知道怎么供养，怎么唱歌，他也可以把这个有相的法门传给我们，是不是？他可以叫我们唱歌，他也可以解释圣经给我们听，他可以解释佛教的经给我们听，这些。因为他自己本人已经得到这些了，他的师父传给他，教他怎么唱歌，教他怎么念，他就知道了，所以他可以传给我们。那像另外一种法师，他游行的法门也得到，无相的法门他也得到的。那个无相的法门不能用语言讲的，也不能写出来的，而内边得到的。我继续讲一些比如，比方说我们世界有很多有相和无相的东西，有没有？有相就是这个花，我们看得到，无相就是它的香味。比方说这样子，有的花没有香味，有的花又有香，漂亮又有香味，这个香味我们不能抓的，也不能用什么笔写的，也不能用什么东西叫香叫起来的，我们可以享受而已。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有相的东西，就是像我们一位男和一位女合在一起，他们两个很喜欢，就握手看眼睛然后讲什么爱情的故事了这是你们都知道了，我不必讲那么多。还有这个是有形的法门啊，大家可以看得到他们两个握手，他们两个看眼睛，他们两个恋爱他们两个唱歌，他们两个讲那个情话。另外有一种是他们两个心的沟通那个爱情那个就无法写出来了，这个无法看得到了，也无法抓得住了，不过他们两个往往知道他们两个有什么关系。好，所以有一些婚姻没有爱情，只有那个有形的。